五集，解救同伴深刻的友谊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西西，他又是怎么了？思琪，思琪。小辉，小辉，他们人呢？吃饭了。吃什么饭？不是让你看着月亮吗？卡哥，我好像梦到我在泡泡池里睡着了。你现在正在泡泡池里睡着。好真的啊，这梦。思琪，等等我。思琪，你听得到我们说话吗？哎，我们快点。思琪，月兰去哪儿了？没看到。思琪。怎么办？我们好像跟丢了。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好啊，原来是你们在搞鬼！快给我停下来！是你们，竟然察觉到我的气息，很敏锐嘛。马叔，你究竟对思琪做了什么？当然是让他变成我的木偶啊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玩啊？马叔，你竟然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做这种事情，你真的太卑鄙了。我们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班尼，魔法能量心之守护变身。马叔，准备应战吧。我们一定会打败你的。看好喽。思琪，我是萌萌，你快停一下。哼，他不会理你们的。马叔，心之守护，闪耀星河。哇，牛啊，马哥，叔哥好厉害。月亮，小心！我先把思琪带去安全的地方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。如果你只有这点能耐的话，我劝你是早点放弃吧。放弃？冷静，再来一次。心之守护，闪耀星河。哈！马哥，完全不是你对手啊！怎么，还有别的招吗？没有的话，那今天你就输定了。输定了。思琪，你先在这儿待会儿，这比较安全。我一会儿就来救你。哼，所谓的星月公主，这么轻易就被我打败了。我的能力还是太弱了。
真是让我太失望了，太失望了。星之守护，曙光降临。灵儿，你没事吧？打起精神来啊！你忘记你上次是怎么帮我的吗？小心啊！你可以的，星之守护，闪耀，集合！星之守护，曙光降临，合体！这马哥也不行啊，不行。马哥，太好了！放开我！星之卡牌，马哥小心！归位！算账。吃这么多苦头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月儿，你已经很棒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们慢慢来。哇哦，月儿、萌萌、思琪，你们三个人都很棒，经得起考验的友谊一定会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哦。Mika Mika， 星之守护，闪耀星，呵，星之守护。闪耀星河，我为什么还是这么弱？足乳玩具提醒您，下期节目精彩继续哦！游乐场，我们来了。拍他就没了，这不是树哥吗？这不是马树吗？马哥。